我们已经将你的主虫巢转移到了这个轨道平台上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。 Seratul和他的部下不知是怎么偷偷穿过我们的防线，把他们的族长偷走了。该死的 Seratul， 他真是个可怕的对手。他们逃到哪儿了，Doran？我们的侦察部队报告说，他们在查尔星球的表面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心灵幸存者，族长被关在一个禁制牢笼里。 这让我不禁猜测，这些心灵也许是想将他带回母星萨古拉斯。哼，他们还是坚信能让他脱离我的影响力。等发现 Rashagan 已经不可救药，Saratu 一定会非常失望的。他们的舰队还有多久才能准备好前往萨古拉斯？他们应该能在30分钟后发动位面召回，女王大人。对我们来说足够了。 老虫，调动我所有的虫群，派他们前往查尔星球地表。我要你们把 Saratul Thank you.
环保建造大火完成。建火完成。Come on.
晶体矿。进化完成。谢谢你 Zeratul， 你终于将我从他邪恶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了。一直以来你都心怀荣耀地为我们一族奔走，我请求你
替我照看好族人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哦，真是难以置信，你竟然杀死了自己的族长。我杀了他总比你让他活着做你的奴隶要好，凯瑞根。好吧，我低估你了，勇士，你确实值得钦佩，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我是说你可以走了，我已经夺走了你的荣誉，我会让你活下去，因为我知道从现在开始你的每时每刻都会备受煎熬，你将无法忘记我逼迫你所做的一切，而这一切塞拉图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复仇。你会后悔这个决定的，凯瑞格。